球王乔科维奇在温布顿对女球童大动肝火。球王乔科维奇向来就以不耐烦著名，这位温布顿卫冕冠军的字典里没有等待两个字。他的急性子搭配炎热的天气和紧身短裤，变成了灾难的最佳代名词。小乔花了两天的五盘激战，才击退了南非发球巨炮 Kevin Anderson。这场比赛在星期一盘数2-2的情况之下，由于灯光昏暗的关系被迫延赛。他在星期二雨停复赛之后，似乎找不太到击球节奏。网球员最需要的不外乎是他们的球和毛巾。所以当一名女球童在决胜盘第六局没有立刻递毛巾给球王时，她大动肝火的举动似乎也变得情有可原。她用完毛巾后便随手扔给女球童，女球童虽然试着靠喝水来装没事，但她发抖啜泣的身影早就被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在眼里。虽然球王承诺会道歉，但对女球童来说，她活像个大声咆哮的疯女人。